欢 TWICE 的成员子瑜最近 IG 追踪数正式突破10,000人，令他粉丝都为他感到相当开心。最近他在 IG 标记多贤账号发文透露和对方一起外出约会游玩，并晒出一系列两人的外拍美照。从他曝光的照片可以看见，他绑着俏丽的丸子头，多贤则是绑着马尾发型，两人脸上都画着淡妆，多贤还戴着酷帅的太阳眼镜。特别的是，两人都穿着牛仔服饰，展现率性的穿搭风格。特别的是，其中有一张照片，多贤拿着手机自拍时，一旁的子瑜亲密靠在对方肩膀上，露出浅浅微笑，看起来好像是在向对方撒娇，样子十分可爱，真的是超萌的。